我是谢延俊，少林34代弟子，从小喜欢功夫，来到少林寺。因为从小自己身体很胖，所以说呢想练好功夫。来到这里之后呢，就是说感受到很多。能够练好中国功夫，首先要内外结合，内外兼修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软硬结合在一起。所以说中国功夫需要就是内在和外在的一个配合。在这里训练呢，就是说你能够得到更多的气，因为在少林寺这边它有很多很多新鲜的气， mountain 气，很多很多就是 people 之气，功夫之气。所以说能够来到这里，大家能够每天的跟师父在一起训练，让你能够得到更好的气，更多的气，让你的散打也能够进步很快，让你的人生能够开阔，让你的思想，让你的智慧能够得到更多。因为我们少林寺在这个地方是佛家之地，你能够得到就是佛的善待，佛的赐慧，所以说呢佛也能够保佑你，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做人，更好的去做事。所谓的功夫就是中国功夫，就是阴阳五行，还有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它需要时间，需要就是说坚持。阴阳就是说保持平衡，它能有更多的气，有更多的气得到之后呢，它的功夫会每天每天都要有进步。所以说呢你要坚持不断的去训练，有规律有时间，所以说呢你的功夫会在3年之内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进步，在6年它会进成一个中部，在10年，这就是说10年磨一剑，你的功夫就会成为现实。从小就是11岁来少林学习功夫，因为受到就是少林寺
就是李连杰的一个电影的感染，所以说了深深的爱上了功夫，爱上了少林寺。当时来这里的时候就是说练功很吃苦，因为在这里就是条件就是说不是太好，一个是天气冷，再一个就是从小就是说自己锻炼了自己这个自身能力。从小就是说锻炼了就是集体的生活，让我更得到了更多的就是说能够和大家在一起，和这些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这个功夫之中呢，虽然很苦，但是能尝到苦中的乐趣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想起来很怀念当时的生活，每天能够按时的起床，按时的训练，按时的就是休息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时间过得很快，学习了七年的时间就当上了师傅，开始去出国表演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功夫，更多的人去了解少林寺。所以说呢，我作为一名武僧感觉到非常的荣幸，能够在少林寺这么多年，能够少林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。现在教一些外国的学生在少林寺这边也很好，所以说呢，希望大家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的生活喜欢功夫的好好的去训练，享受自己的生活。如果身体不好，我们也可以去用功夫让你的身体会更健康。如果你没有得到更多的气你可以静下心来练气功，首先要是一松二静三放松，慢慢慢慢你有很多的气。中国有句古话叫精气神，你每天能够很高兴，心情很好，精神很好，他的气慢慢慢慢就非常好的气，有很好的气，他的神就非常的好。所以说呢，我在这里作为一个功夫的爱好者，功夫的师傅，一直这么多年教学有十七年的教学经验，跟就是外国朋友也有十年左右的就是说教课经验。因为自己从小喜欢功夫，打过很多比赛，散打、套路、少林拳，也出过很多国奖，所以说呢也教过中国人也教过外国人，在功夫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，我也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荣幸。所以说呢，这次得到就是说采访，非常的高兴，谢谢。所谓的师傅，就是从单个词来讲，师就是老师，父就是父亲。所以说呢，在师傅这个词就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所谓的师傅就是说师徒非常的亲切，跟父子一样，甚至比父子还要亲切。所以说呢，作为一位师傅，他身上担任着很大的重担，很大的责任，把自己的徒弟就是培养好，让他们能够成才，这就是师父的含义。也所谓的气，气是看不见摸不到的物体，就是在万物它都有灵都有气。所谓的人呢，就是说想得到更好的气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去修炼，都要去坐禅，都要去在自己平静下来，平静心下来之后，就是说慢慢的去寻找
内在的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所以说呢，气是看不见的，大家一定能够静心来去，就是说内在的去，所能看到的是先天性的，看不到的就是后天性的。所谓我们开发的这个气呢，就是说你每天能够坚持在静下心来之后，顺其自然，就是说身正，心静，呼吸慢慢慢慢慢慢，你内在有一种体会，它这种体会能够在你内里头翻滚，去感到有一种的气感在流动。所以说呢，你每天能够坚持到，你就能够感觉到，能够感觉到，它是说不出来的，也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你自己慢慢慢慢能够感觉到，你能够得到这些气，你在你的身体之中能够让你身体更加庞大，力量更多，能够开发你的智慧，让你更聪明。所以说呢，气是一个宝贝，气是人生中的一个，跟你说真魂。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之后，寻找到啊内在的气，让师父去帮助你，这就是气。就是所谓的太极呢，就是太就是开始，极到极点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说阴阳平衡。在中国它讲究一种中医，中医呢就是说所谓的太极拳呢，就是说能够让人够得到灵魂的放松，可能得到身体的配合和气的阴阳调和。很多就是说年龄大的或者说是外国人，他们的身体得到就是说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环境和这个先天性的，所谓的就是说人体的就是说遗传嘛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很多很多就是外国朋友，他们的身体比较僵硬，就是根据他们的就是遗传或者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关。但是我们所谓的中国人呢，他内心讲究就是说中医阴阳平衡这一块，练习太极拳就结合着太极嘛，就是说这个中医里面所谓的太极拳，所谓的一个圆，让人体能够就是说该放松的时候，每个关节都松下来，只有松下来的时候，它这个气才能够通过。如果你太僵硬了，它这个气就停了。所以说呢，太极就讲究阴阳平衡，一个就是圆。所以说呢，把这个气打通经，说白了，放松下来之后，这个经络就通了。这个经络一通，气脉就打通了。气脉一通，身心就健康了。身心健康了之后呢，就是你能够得到更多的气，不用去吃药了。所以说呢 ，medicine 这个东西不是好的啊 ，no good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气能够得到之后，它能够身体能够让你够更精神、更气满。所以说呢，太极能够就是松下来之后，能够让你得到更多的气。所以说呢，我也希望大家，在压太健康、不健康的、有病的啊，练练太极都可以对你带来很大的帮助。